你们的早餐钱没拿。爸爸给我吧，我来拿着。妹妹，你总是喜欢丢三落四的，给姐姐拿着。你今天把早餐钱给我拿着吧，爸爸让我拿着的。哎呀，我们两个谁拿不都一样吗？你给我拿着吧，我想拿一下。行吧，那你别搞丢了。我知道了。哎，我们吃这家吧，也可以。老板要两碗面，你付钱吗？好。哎，我钱呢？钱不是你放着的吗？可是我明明放在里面了呀，怎么不见了呢？我都叫你放好了，你还乱放。那现在怎么办？只能走了，饿着吧。姐姐，我好饿啊！我也饿着呀，我都叫你放好钱了，你还乱丢。那现在怎么办嘛？我真的好饿。你活该。去上个厕所。老板要一碗面吧，我今天剩10块钱，我买了一碗，我们两个人分着吃吧。可是这个碗这么小，我们两个怎么吃啊？这都不够我自己吃呢。不是我拿我的钱买的呀。哎呀，我比你饿呢，你先忍着吧。嗯，好看啊。嗯，多饱啊，多吧。哎呀，好饱啊。我要换这个，那我去买票吧。好闺蜜，好巧啊，你在这里干什么呀？我要进去玩呀。我也想玩，带带我呗。好，拿过来。你干嘛呀？不要给我买的。他干嘛干嘛？我要去上个厕所。你干嘛？这是我妹的汉堡哎，关你什么事啊？又不是拿你的。咦，我的汉堡呢？你闺蜜吃的？是你姐吃的。她就还说你拿了她的票，她就要吃你的肉。真的吗？拿过来，吃我这个。我肚子没了，去买一杯快点。哎呀，妹妹还小，她肯定不是故意的。她就是故意的。爸爸，你不帮我的话，我就把我今天看到你跟我阿姨散步的事情告诉妈妈，妈妈肯定要生气骂你的。妹妹真不懂事，等一下她回来，帮你教训她。爸爸，我回来啦。妹妹，你怎么又跟朋友在外面欺负姐姐？我没有。还说没有，姐姐都跟我说了，你也太不懂事了吧？怎么连连外欺负姐姐姐呢？我去欺负她怎么啦？我看她不顺眼。你还有意思说是吧？你给我出去，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错了再进来。不要，爸爸，赶紧出去吧，走开。爸爸，不是姐姐说带回去玩得有玩吗？我今天临时有事要去公司一趟，我拿钱给你们，你们自己去玩吧。给姐姐拿着。切，谢谢爸爸。拿来吧。你干嘛呀？爸爸要我拿的。我就要拿，这是我爸爸的钱。老板要张票。爸爸不是要我们两个出来玩吗？你怎么自己给自己买票啊？你在这里看我玩就好了。给你票。好累呀、啊！那我们回家吧。我的脚好痛，你背我回家吧。我凭什么背你回家？那刚刚谁这么欺负我？那你上来吧。重啊！到家了，下来吧。你帮我脱鞋，帮我洗脚吧。你不要太过分了哟。那我告诉爸爸。行了，我帮你洗行了吧。来。真舒服呀。我回来了。怎么回事？你们在干嘛？爸爸，你不在的时候你在欺负我，还能给我洗脚？我没有，爸爸。姐姐，你怎么回事？妹妹还小，你怎么让妹妹给你洗脚呢？你以前公主病的毛病还没有改掉是不是？爸爸，我饿了，什么时候可以吃饭呀？这才几点啊，你就饿了？人家在想身体饿得快也正常。对呀，爸爸，妹妹还小呢。你俩先吃点坚果吧，幸好我提前准备了点零食在家，不然你俩都没得吃。好，那我去准备午饭了，你俩吃着跟我看电视吧。好。
别看了，快过来吃饭了。来了，爸爸。快点去洗个澡。妹妹，你干嘛呢？又想搞怪，放下。还好就让你动过手脚了，我可没有，我才懒得搞你。你再又扭过了，还说明我是不幸的帽子鸡腿。妹妹，你干嘛呢？干嘛抢姐姐鸡腿？不是一人一个吗？抢救她，别换我啦。不行，给姐姐。没事的，爸爸，月月还小，她喜欢吃就要多吃点吧。反正我也不喜欢吃鸡腿。哎，妹妹，你怎么了呀？完了完了，一定是鸡腿的问题。难怪不跟我讲，你提前知道是吧？我没有啊，我要去告诉爸爸。姐姐，你干嘛去了？我去给妹妹买药了呀。你看你误会姐姐了吧？人家还特意去给你买药。对不起，我误会你了。没事，谁让你是我妹妹嘛，我都让着你哈。那你以后是不是都听我的？我是老大，对，我都听着你的，以后鸡腿都让给你吃。哦，妹妹。哎呀，脏了，我跟你换。干嘛脏了给我呀？我不换。去，我去上个厕所。干嘛喝我妹妹的奶茶呀？又不是喝你的，给我管什么闲事啊？啊？你们谁把我奶茶喝了呀？姐姐喝的，我亲眼所见的。你干嘛喝我奶茶？不是我喝的，就是你喝的。因为刚刚我把脏的冰糖葫芦给你换了水，你报复我是不是啊？我没有你那么小气。我姐姐真是个绿茶啊。就是嘞。你干嘛喝我姐的奶茶？怎么了？就想喝一口吗？那刚刚我的奶茶也是你喝的，对不对啊？就是我喝的，怎么了？你还要侮辱我姐？我要跟你公主绝交，这晚跟你彻底决裂了。谁要跟你这公主病做朋友啊？姐，我给你买了你最喜欢的汉堡跟可乐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今天我误会你了，原来那个奶茶是我的朋友偷喝的呀，对不起了。你每一次都误会我，这是最后一次了，我已经跟他彻底决裂了，你再原谅我一次好不好？那行吧。想把你抱进身体里面，不必让你看见。干嘛呀？你每一次都这样，死性不改。要不然，好。我去一下洗手间，你帮我看一下，不许偷喝。放心吧，我才不会呢。我就喝一口，应该不会被发现吧？哦，好好喝，再喝一口。怎么没了？我奶茶呢？我喝完了。我不是说了不让你喝吗？你陪我，这是我的，不行。你们又在抢什么？喝光了还要抢我的？姐姐，你怎么可以这么贪心啊？以后再也不给你买奶茶了。你为什么每一次都指向性他呀？哎，姐姐，你在听什么歌啊？姐，你干嘛不理我啊？姐，我听一下嘛。哇，原来这个耳机很降噪嘛，音质还不错。那姐姐，你把耳机先给妹妹用吧。凭什么呀？这是你送给我的。妹妹用一下又不会怎么样，怎么这么不懂事呢？拿去吧，以后我再也不当你的姐姐了。哼，不当就不当，粉丝们谁想当我姐姐，我会宠着你们的。我给你买了奶茶，快喝吧。我不要，我特地用零花钱给你买的，别生气。你干嘛对我这么好啊？我怕你真的不要我这个妹妹了，我不能没有你的姐姐。看你表现吧。嗯，我可以自己吃啊。也行，那你喂我吧。好。哎，吃火锅不用生菜的呀。明星都是这么吃的。真的吗？他们都是这么吃的吗？对，闭上眼睛。那我也要，我不要。好。啊啊。嗯。姐，我还要，快点喂我。好了好了。快呀。啊啊。嗯。好吃吧？好吃。嗯，哎，没有肉了耶！啊，这么快呀，我还没有吃饱呢。你看那里有人过生日哎，我要去给他过生日。要的烦恼说拜拜，没所有的快乐说嗨嗨。谢谢。你看，这是人家给我的蛋糕。你看那里又有一家耶。天亮的黑月为你喝彩，亲爱的。
姐姐吃的。贺娟吃我蛋糕，我刚刚喂你呢，我怎么可能会吃你蛋糕呢？也是姐对我这么好，肯定是你吃的。爸爸，你赔我蛋糕。你干嘛呀？我好不容易扫干净的，我这不是给你找点事情做吗？看你在家闲的，你再这样我告诉妈妈听了。哎呦，笑话笑话笑。妈，你看妹妹她乱扔垃圾。妹妹，你怎么又捣乱欺负姐姐？没有，那个是姐姐她丢的。还说没有，我都看见你扔瓜子壳了。姐姐你别干了，你坐下来。妹妹你来扫地。你干嘛呀？爸爸，你看姐姐她欺负我。老婆，你看看你把孩子给气的。姐姐妹妹想就不能让着她吗？我看是你每次都偏袒妹妹吧。姐姐就不是你亲生的吗？哎，老婆，我记得你今天不是约了好姐妹逛街吗？你快别生气了，别耽误了出门，我来盯着妹妹干活就行。她工作上临时有事要处理，我们改天再约，所以我今天哪里也不去，我就盯着妹妹把地扫干净为止。妈妈，你在家盯着我，你姐姐想吃什么？妈妈今天空闲，带你去吃。妈妈，我想吃肯德基，我要吃蛋糕。姐姐，走，咱们这就出门。妹妹，你要扫地。爸爸，你掉了她不准帮忙。我要，我要去。爸爸，快点。来，给你。还有是我的，爸爸买了12个，我刚刚看，赏给我。爸爸，你看他。哎呀，妹妹还小，她想玩你就让她玩嘛。可是我也想玩呀。你都这么大了，还玩什么娃娃机？我爱你，不会有好的结局。爸爸要走了。爸爸，我看电影啊。你们选吧。我想看《中国医生》哎，爸爸，我想看《世界未来》。要去看《世界未来》。可是我想看《中国医生》，你在家不说了，你也想看《中国医生》吗？妹妹她小，那就听她的吧。你说姐姐的，不就应该让着她吗？爸爸，我想吃爆米花。买一份。爸爸，我想喝可乐。我的钱只够买爆米花了。是冷的呀。爸爸，我好冷啊。爸爸，我也冷。爸爸只有一件外套，妹妹先披着吧。好，可是我也冷啊。我只有一件衣服，妹妹还小，就让妹妹先穿着吧。爸爸，可是我还是觉得好冷。那怎么办？你都好一件了，你还想要穿我的？你是不是过分了？哎呀，姐姐，你就让她穿嘛。妹妹年纪小，体质弱，容易生病。不要。你脱不脱？不脱衣服，等我走路回去。快点。你还爱我吗？听夜空的流星，